我三年冇乜啫，係。Hi。今日出嚟有冇啲壓力㗎？啱啱出嚟咁嘅新聞。哦，壓力就冇嘅，咁因為其實我哋 artist 就算遇到啲咩事都要做嘢噶嘛，咁工作唔會影響到嘅。咁同埋何況其實而家其實我哋即係我同女朋友嘅關係純粹係鬧交啦。咁希望可以解決得到咯，係大家可以俾一個時間或者空間俾我哋去處理我哋自己嘅問題咁樣咯。 冷戰咗幾日咯，係啊，咁我相信每一對情侶其實都有發生過呢啲咁樣嘅事嘅，係啊。咁樣工作太忙，係啊，即係近排其實我自己比較工作比較忙嘅，同埋會有一啲音樂會啊、自己嘅歌曲要準備啊，咁所以其實喺工作上嘅時間比較多咯，即係陪屋企人啊 ，even 陪。 朋友啊，或者陪佢嘅時間都冇乜嘅，咁我相信之後會有一個更加好嘅安排去俾到我哋兩位嘅，係啊。咁誒，出咗之後咧，咁你哋有冇電話溝通過啊，或者係點樣？有文字上面溝通過咯，係啊。做咩要咁隔我要文字？因為點解要文字啊？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一個中意文字嘅人嚟嘅，係。 係咪冇諗過即係可能放咗咁大？其實係嘅，即係某程度上，我覺得係大家將呢件事睇得太大嘅。咁因為每一個紛爭，我諗每一對情侶都會有發生嘅。咁只不過我哋係 artist 就會俾人哋放大咗呢件事咯。咁我覺得我明白作為公眾人物就會咁樣俾人討論。咁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俾翻多啲空間，無論我哋每一個 artist 同自己屋企人啊朋友相處啊。 其實都真係需要空間嘅，大家可以繼續去 support 我哋啦，支持我哋啦。咁但係一啲私人上面嘅事，咁就留多啲時間俾我哋處理咯，唔好去多加一啲評論，因為嘅一啲關係其實就係兩個人就會知咯，最清楚咯。咁外界嘅人嘅揣測咧，未必係最正確嘅，係。 係啊係啊，五年對，即係5年幾對我嚟講，其實都真係，即係我本身又係一個好重視同埋好珍惜嘢嘅人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係可以呢段感情會好翻嘅，係。次次都唔同喎，依人你會用啲乜方法？同埋你屋企人或者女朋友咁樣？ 我覺得真心最緊要咯，即係每一個人做事所有方法都唔同嘅，咁但係最緊要係即係大家做任何嘢都係真心去做咁就最好啦。係啊，啲人你有啲方面嘅危機或者都擔心自己陪唔到女朋友嗰啲問題。冇喎，咁同埋即係都覺得。 事業係好重要嘅，咁大家都體諒都會諒解，咁所以又冇乜話特別哦，好擔心呢方面會唔會點樣影響咁樣，係咯，咁就多謝大家支持。因為另一半係同房，咁所以會比較諒解。sorry。因為另一半係同房，咁所以會比較諒解啲。哦，我覺得可能都有少少影響啩，即係可能知道我哋平時工作嘅模式係可能。 要花好多時間，又或者可能有陣時，可能我哋譬如準備 concert 要特別花 extra 多嘅時間咁樣，咁所以可能就會大概知道個模式係點樣咯，即係會熟少少咁就可能會明白多啲啦咁樣。哦，我冇啊，因為我咁。 因為我感情嘅事好少會同人哋分享嘅，即係就算問意見我都唔會問嘅，因為最清楚嘅係自己咯。咁我通常都係問自己同埋自己解決嘅，係。希望會啊，希望見到佢啦，大家到時。個 show 而家我哋
因為我哋又會有個人嘅部分啦，又會有同其他成員一齊合作嘅部分。咁而家暫時個人嘅部分就已經做咗 band rehearsal 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如火如荼咯，即係都準備得七七八八咁樣啦，係。係。哦。哦，咁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處理方法嘅，咁大家去繼續支持我，即係 focus 喺我自己嘅音樂事業上面，就已經係最好嘅 support 咯，係。多謝大家咯，因為好難得嘅，即係大家會投票，即係身體力行去支持自己喜愛嘅人，咁我覺得係一件好值得開心嘅事。咁但係我自己就我個人嚟講啦，即係for個人嘅獎項，我冇諗過攞獎嘅。咁我當然希望 Mirror 可以攞獎啦。咁因為集合大家嘅力量啊嘛，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冇諗過話攞獎，我覺得入到五強都係一個好大嘅認同咯。即係衷心多謝支持我哋嘅咁多位咁樣。哦，咁疑似嘅未必係真嘅，咁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有機會投票嘅話，就投自己最中意嗰個啦。即係我而家其實對賽果咧就冇乜太大嘅慾望嘅，即係唔會話一定要做啲咩，一定要攞咩獎啊咁樣咯。即係今年其實有自己嘅歌曲已經表達咗想表達嘅嘢，咁就得到大家 support 已經係一件好好。夠的事，我自己覺得係。哦，冇啊！第三者呢樣嘢係絕對係假嘅。OK。好呀，好呀。Yeah.